师为大家带来一首歌，请大家欣赏。自古以来，送别总是在诗人、画家他们的心中激荡，难舍难分的情景总是让他们难忘。今天我们要再次走进课文，去看一看，去看一看《黄鹤楼送别》，一起来读课题。《黄鹤楼送别》。黄鹤楼送别发生在什么时间呢？知道吗？暮春三月。暮春三月，这之间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你能为我们大家说一说吗？嗯，就是说，李白，年轻的李白正在黄鹤楼上为大诗人孟浩然饯行送别。送别，记住。黄鹤楼上每天都有很多送别的场景。为什么李白送孟浩然，他却让我们知道了呢？因为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诗。一首诗，一起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，故人西辞黄鹤楼。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送别最难舍的是什么呢？情。情，去为亲人送别最难舍的是亲情，去为友人送别最难舍的是友情。情，所以送别最难舍的是情。此时李白和孟浩然他们心中都涌起了哪些情呢？谁来为我们读？李白。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，一会儿远眺江上景色，都有意不去触动藏在心底的依依惜别之情。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，一会儿远眺江上景色，都有意不去触动藏在心底的依依惜别之情。请坐。
他们此时都有什么情呢？依依惜别之情。依依惜别之情，从哪些地方能看出来他们依依惜别呢？藏在。藏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想让对方难过。不想让对方难过，你来读。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，一会儿远望江上景色。都有意不去触动藏在心底的依依惜别之情。还有吗？还有哪个地方是依依惜别？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，一会儿远眺江上景色。你觉得是这里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说话的话，就不会惊动这个安静的场面，就不会让人伤心。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，一会儿远眺江上景色，都有意不去触动藏在心底的依依惜别之情。还有哪些词语能看出他们依依惜别呢？看一看，他们为什么都有意不去触动，为什么不愿意去触动呢？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对方伤心。不愿意让对方伤心，所以还想再来读。你来读。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，一会儿远眺江上景色，都有意不去触动藏在心底的依依惜别之情。一起来读。依依惜别。依依惜别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不管如何不去触碰，该走的总是要走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是谁先打破了这样的僵局呢？你说。是李白。你从哪个词看出来的？是从终于这个词。终于，从此你可以看出来李白怎么样？李白，已经怎么样？你坐。怎么样？李白已经想了很久了。想了很久了。下定了决心。下定了决心。谁来读这一句？终于，李白举起了酒杯，说。终于，李白举起了酒杯。下定了决心。决心在哪？孟夫子，您的人品令人敬仰，您的诗篇誉满天下。自从我结识了您，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兄长和老师。今日您就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，不知我们何日才能再见面，就请您满饮此杯吧。是啊，下定了决心就要分别了，但是他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要对孟夫子来说，他要把心底的什么之情向孟夫子来表达。敬仰之情。敬仰之情。一起来读这个词。敬仰。谁能把敬仰之情。王希雨。终于，李白举起
起了酒杯，说：“孟夫子，您的人品令人敬仰，您的诗篇誉满天下。自从我结识了您，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兄长和老师。今天您就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，不知我们何日才能再见面，就请您满饮此杯吧。”请坐。除了敬仰之情，还有什么之情？难舍。难舍之情，那你来读一读难舍。终于，李白举起了酒杯，说：“孟夫子，您的人品令人敬仰，您的诗篇誉满天下。自从我结识了您，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兄长和老师。今天您就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，不知我们何日才能再见面，就请您满饮此杯吧。”是呀，一位敬仰的友人就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，他心中有万分的不舍，让你想到了我们刚刚他写的那首诗中间的哪一句？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如果我们把敬仰之情、难舍之情都带进这两句诗中，我们该如何来读呢？金星夕，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你在读的时候，我听到你把故人两词一个词加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故因为这位故人是孟浩然，然后李白对孟浩然很敬仰，很敬仰。请坐。我们要对这位故人、这位友人，他有充满了敬意，我们再请来读这两句诗。问他的：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你来读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走，你来读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你来读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心中有万分的不舍，但是这位友人他要去扬州，我们一起带着不舍一起来读这两句诗。故人，预备起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听李白这样对自己说，那孟浩然又是如何回应的呢？现在为我们读这一句，你读。王勃说得好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”虽然我们暂时分别了，我们的友谊却像这长江的波涛，永世不绝。你从他孟浩然说的这句话中，你读出了什么？孟浩然想安慰李白。想安慰李白，你来读。孟浩然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说道：“王勃说得好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虽然我们暂时分别了，我们的友谊却像这长江的波涛，永世不绝。”他如此说，就是为了要安慰李白。
告诉李白，虽然我们暂时分别，但是我们的友谊怎么样？却像这长江的波涛，永世不绝。永世不绝。你们想来尝试一下当时的情景吗？想。好，李老师今天带来了酒杯，谁愿意为我们来还原当时的情景呢？不愿。谁愿意当李白？你愿意当李白？我们几位同学为他旁白好吗？你来为他旁白。终于，李白举起了酒杯说：“孟夫子，您的人品令人敬仰，您的诗篇誉满天下。自从我结识了您，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兄长、老师和老师。今天您竟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，不知我们何日才能再见面？就请您满饮此杯吧。”孟浩然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说道：“王勃说得好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虽然我们暂时分别了，我们的友谊却像这长江的波涛，永世不绝。”为他们的友谊鼓掌。不太想来尝试这个场景。没有人愿意尝试吗？班级，你们俩来。我再请一位给他旁白，你来为他旁白。终于，李白举起了酒杯说：“孟夫子，您的人品令人敬仰，您的诗篇誉满天下。自从我结识了您，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兄长和老师。今日您就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，不知我们何日才能再见面？就请您满饮此杯吧。”孟浩然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说道：“王勃说得好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虽然我们暂时分别了，但我们的友谊却像这长江的波涛，永世不绝。”为他们的情谊鼓掌。同学们，那我知道我们下面还有很多同学想来尝试这样见证这样的场景，那现在请你们同位之间，我们一起来尝试这样的场景，请你们起立，面对面而站。我为你们旁白。终于，李白举起了酒杯，好，左边李白，右边孟浩然。终于，李白举起了酒杯，说：“孟夫子，您的人品令人敬仰，您的诗篇誉满天下。自从我结识了您，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兄长和老师。今天您就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，不知我们何日才能再见面？就请您满饮此杯吧。”孟浩然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说道：“王勃说得好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虽然我们暂时分别了，我们的友谊却像这长江的波涛，永世不绝。”好，为你他们的友谊，我们请坐。孟浩然说的其中这一句是王勃说的话，是孟浩然引用而来。那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
是什么意思呢？来说。天底下只要有知心朋友，即使他在天边，也像是靠在一起的邻居一样。也像是靠在一起的邻居一样。只要我们心心相印，即使远在天边，我们也要近在眼前。还就好像那句诗说得好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和李白他们之间的友谊怎么样？深厚，非常的深厚。情深意重，意重。送走了孟浩然，李白此时又该如何去缓解自己的心情？请来，你来读。岸边杨柳依依，江上沙鸥点点，有人登上了船。白帆随着江风渐渐远去，消失在蓝天的尽头。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，凝视远方，只见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向天边。李白此时他的心里都涌起哪些情感呢？不舍。从哪些词里面可以看出来？依然伫立在江边，还有凝视着远方。凝视的远方，凝视是聚精会神的看。聚精会神的看。那一直聚精会神的看着远方，远方是什么方向？长江的方向。长江的尽头，也就是孟浩然离去的方向。他此时心中有万分的不舍，可是有人终究还是离去了。谁来读一读这不舍之情？请周思博。岸边杨柳依依，江上沙鸥点点，有人登上了船。白帆随着江风渐渐远去，消失在蓝天的尽头。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，凝视着远方，只见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向天边。不舍之情，你来读。岸边杨柳依依，江上沙鸥点点，有人登上船，白帆随着江风渐渐远去，消失在蓝天的尽头。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，凝视着远方，只见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向天边。流向天边，李白此时有万分的不舍，让我们想起了他最后两句诗，一起来读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只能看见这天边的江水，却看不见有人的身影。李白此时依然伫立在江边，他会
想些什么呢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和孟夫子这一别，何日才能再见面呀？希望他保重身体。希望他保重身体。希望孟夫子能一帆风顺，早日到达扬州。早日到达扬州。孟夫子，这一去千里迢迢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一定要保重啊！我对你的敬仰，对你的难舍，我都要化作我心中激动的这样的脉搏，就像那滔滔的江水一样，所以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那激动的心情，随即引出了这脍炙人口的名诗，一起读：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，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脍炙人口是什么意思呢？脍炙人口是事物或文艺作品为人人赞美或传颂。为人人赞美或传颂。传颂，人们传颂的是这一首诗吗？那人们传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，人们传颂的是送别时的情感。送别时的情感。人们传颂的是什么呢？传颂的是他们俩的友谊。传颂了他们的友谊，他们的情深意重，他们的依依惜别。谁再来尝试将他们的情深意重都凝聚在这首诗中，来读一读。来读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是啊，只能看见这滔滔的江水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诗人之所以写诗，是因为他按捺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，他把这种心情赋予了诗篇。这节课我们通过情景重现的方式，让我们看到了在黄鹤楼前李白为孟浩然送行的情景。那你对这首诗的意思可能就更加了解了。请你联系课文中的有关的句子，结合自己的情感，说说这首诗的意思。你来说。我和友人在黄鹤楼送别，烟花三月时，他要去顺江东下去扬州，孤独的白帆消失在蓝天的尽头，只见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向天边。流向天边。是还想来说一说，加入自己的情感。老朋友在黄鹤楼送别了，远行了，向东远行了。
在繁花似锦的三月下，他顺江直下，前往扬州。朋友所坐的孤零零的白帆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蓝天的尽头，只见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向远方。听错，是什么样的友人呢？这个故人是什么样的故人？令作者怎样的故人？敬仰的故人，令作者钦佩的故人，令是作者把他当作兄长和老师的这样一位故人。那这位故人，他要顺江东下，这在什么季节呢？在暮春三月，繁花似锦，烟花三月，他要顺江东下，前往扬州。我将他送到江边，我们就此辞别。孟浩然的船只消失在蓝天的尽头，我也只能看见这滔滔的江水，难舍之情，难分之情，都被这一江春水带走。我们再来读这首诗《故人预备起》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诗人李白和孟浩然之间的情谊一直感动着我们。李白对孟浩然充满了敬意，孟浩然看见李白如此难过，所以就尽力的去安慰他。可以看出他们情深意重，他们依依惜别之情，这是因为他们怎么样？心心相印。这个爱心送给他们。我们再一起读这首古诗《故人预备起》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送别因为难舍，因为亲情，因为友情，一直是诗人画家他们所描绘的风景。送别的诗还有很多，两个今天推荐一些。李白的《赠汪伦》，请一起来读《赠汪伦》。李白，预备起。赠汪伦，李白。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孟浩然也写过一首送别诗，留别王维，预备起。留别王维，孟浩然。寂寂静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当路谁相甲，知音是所惜。只因守寂寞，
高适的《别董大》送给他。别董大，高适，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送别总是令人难忘，我们把这份送别之情，把这份情谊我们留存在心间。对李白和孟浩然他们的情谊，我们深深的感动着。我们再一起诵读李白写给孟浩然的这首诗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这是今天的作业，好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